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九九练习法。那早上哦，刚结束的美国公开赛，这个西班牙的帅哥 Luis 拿到冠军，实至名归哦，我非常欣赏他。最主要是他的一些心态哦非常好，即使落后，他的那个态度哦，都还是这个。非常有斗志啊，斗志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球，这球可以直接拉杆，啊，这个球打得薄了一点，打厚一点是往这里。好，推杆走两颗星。旋转值大了一点点，这球要来做二分法啊，或者接近直球，因为如果在这边的话，在这边的话，我怕闪不过，力道中杆偏右一点点，力道轻了啊。这个角度闪得过哈，所以刚刚是怎么看角度的？以为闪不过，好，顿推，要顿啊，让它第一时间横移过来，因为我没有顿的话，它这太快转啊。绕一下三颗星，要绕这里，这一球这一局打得有点还没进入状况，再打一局，再打两局好了，三局，最后那个八座九三颗星啊，右手太硬了，没有绕到短边去啊，另类的三颗星。还有刚做五号球，这个球形六座七啊，直接横移，角度大一点没关系啊，无所谓，因为这个球很简单了，角度大的话，我就这样轻轻的就可以做到它了哦，非常 low 的左塞，不用碰颗星。六座七是关键，可以做成直球。一点点的左塞，左塞贴颗星，高杆一点钟，好，再一局。
那现在正在进行全国锦标赛哦，浪菊治也是一样，三战两胜，点球，蛮刺激的啊、哦。好，五六七，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二做三。二做三做好，力道刚刚好，二分法，这球完全力道的问题，从这里来。不要太旋转，这球不能太旋转啊，大概不到一点。好，那这球可以来这里，这球稍微打得不好啊，旋转值不够。拉不太动，推杆一点零的高杆左塞，推太轻了哦。好，那这种球来讲的话，哦，这种球都要下非常 low 的，这可以下高杆，这样反弹过去，注意这个带，所以这个球有一点点的高杆，一点点的左塞。就是怕这里刚讲完它就出现了，所以刚刚这个六做七哦没有做好。好，那这种球就要拼准度了啊、哦、身体压低固静了，可以的话一点点右塞。哦，这很难出手，耶、yeah! ！身体压低有这个好处，哇，竟然空心，没有想到，一点点的右塞。好，那当然六七八这几颗球没有打好，这个潮湿，好，这拉杆不够犀利，那手也比较硬。好，这三球，这三局啊，提供大家参考。哎，哪一球是该局的必下必杀球？好，欢迎大家留言，可能每个人看法不一样。那也可以这个留下您宝贵的意见，您的分析。好，今天的这个 Nine Ball 练习就为您介绍到这里，一样保重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多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